学生穿上围裙，在讲师的指导下，化身为小小烘焙师，把搅拌好的食材装进挤花袋后，挤出想要的图案，再放上巧克力，准备制作香蕉饼干。把奶油弄成泥，然后呢，再弄糖粉，接着把巧克力还有面粉倒进去里面，把它搅拌，然后呢，再把搅拌好的东西放在那个挤出来袋子里，接着挤出来变成球，再放进烤箱，就会变成好吃的饼干。我觉得很好玩，因为我没有自己体验过，我只看过老师做过，感觉很有成就感，而且跟我们那一组的一起分工合作，还可以增加彼此的信任跟感情。中寮乡志成国校从校内的开心农场及小小厨师课程延伸，推动教育部的夏日乐学方案，结合家乡香蕉为主题，设计一连串的体验学习，包括开设创意烘焙课程，让学生了解香蕉多样化的运用，并亲手制作美味的香蕉饼干。符合现在我们这个政府所推的这食农教育，哦，那把在地的食材融入到我们烘焙的相关的产品上面，让小孩子在国小的阶段就能够很有这种食农教育的观念，可以来根深蒂固。我们在做烘焙的时候，会把香蕉会把它先做事先的加工，比如说烘干脱水的步骤，最难克服就是它本身的含水量比较难去计算，所以一般来讲我们就拿来制作饼干或者是蛋糕的时候，可能要比较注意到它如果在食材没有先行加工之前，最重要的要注意它的水分的一个含量。比如说像今天做的饼干，它烤出来之后，它的水分会太高，哦，会比较不容易保存。先员廖祖佑表示，这次的课程开设为学生们提供了一个寓教于乐的学习环境，让他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增进动手能力，培养对家乡文化的认同感。透过这个课程的安排，能够让孩子能够啊有多元的一个学习的机会，感谢我们学校安排这个课程的老师的用心，那同时能够让学生呢也知道说啊处于一个农业的乡镇里面，那我们特别呢要对自己在地的一个农产品呢能够要更知道怎么样去利用它，然后做推广。志成国校希望透过活动，让学生度过一个既充实又有趣的暑假，并将所学应用于日常生活中，激发他们对于学习的热情与创意。记者洪一伦，中寮乡采访报道。